干啥呀？找人打架呀？他们说我不像。不用他们说呀，我说你就不像啊。不是亲家，你看我一天在家待着没啥事儿，我就上你这发挥点余热行不行？求求你了。不是你，关键你到我小店小本生意，你到这儿来你打啥工啊？他可不合适。再说你这能干活吗你？不是，我要不能干活，你让我当老板呗。就一天行吗？你这么的，我在你这试一天，行你就把我留下，不行我该干啥干啥，我不就死心了吗？你那意思在我这当一天老板啊？行就把你留下，对，不行你就赶紧走，是不是？嗯，行啊，啊，听你的，给你一次机会，谢谢。记住啊，就一天老板，就一天，就一天。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老板了啊！好，行了，干活去吧。你干活去。为啥呀？我是老板。这智商跟你闹着玩儿呢，你帮干活吗？这是，哎呀，来干啥？这边收拾收拾。我去，嚯！哎呀，这街坊邻居都在呢，太好了。我呀是头回跟大伙见面，大家对我不熟悉，但是我们家老太太跟各位熟。我妈是谁呀？黄小娟儿，那是我亲妈。怎么样？说完了以后，各位看看我跟我妈像不像？啊，像啊！什么眼神啊，这是！我跟你说，我妈比我漂亮多了。今天为啥来呀？我是背着我妈来的。各位啊，我妈背着我黄昏恋了，找了个小老伴儿，据说就是这个疙瘩汤店的老板，还跟我说了，说这个老板呢，脾气好，性格好。能歌善舞，但是有个小缺点，啥呢？长得不漂亮。那无所谓呀，是不是？你这岁数谈恋爱要的就是个感觉，又不是外貌协会。再说了，他就算长得再难看，我也遗传不到我这儿嘛。无所谓，对啊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虽说呀，这个父母他这个谈恋爱搞对象，咱们儿女的应当支持，但毕竟是自己亲妈呀，你就得过来给把把关，考核考核。一会儿啊，我拜托各位老邻居老街坊帮我给看着点好不好？太棒了，我有底气了，我找他去。我嘿嘿，哎呀哎呀，我说老板呢？哎呀，欢迎光临。老板在哪儿呢？我就是。哎，您是老板呐？啊，我是老板。我妈这是咋了呀？这长得已经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，这人是猴变的。大爷，您是啥变的呀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我是说咱家疙瘩汤啥面的呀？啊，喝汤的。对。哎，来客人了。这位先生光临，您请坐啊，坐下了啊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谁是老板啊？我是啊，那个我跟老板聊会儿，大爷别说话啊。老板呐，咱家都有啥疙瘩汤啊？好，我们家啊，都有啥疙瘩汤啊？都有啥疙瘩汤？我们家主营那个野菜疙瘩汤、养生疙瘩汤、经典疙瘩汤、家常疙瘩汤，不知道你想喝什么疙瘩汤。那个，我跟老板聊会儿天，大爷你别说话啊，别说话。哎，介绍挺全面是吧？哎，那你给推荐一个疙瘩汤呗。好，我给你哎，推荐。我们家那个销量最好的是那个养生疙瘩汤。不是，我跟老板聊天，大爷您先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养生啊，您给推荐，您说啊，我给你推荐那个养啊，风疙瘩汤汤。大爷你不刺挠啊？不是我刺挠啊，养生疙瘩汤。您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您得风疙瘩了。养生疙瘩汤好啊，来一碗，来碗三鲜的吧，来碗。哎呀。不是你这什么套路啊？这是啊啊！我喝汤吗？不是，这有啥套路啊？这套挺好的。说这养生怎么三鲜？那是那你是用个大碗的，用小碗的？大爷，那您看呢？我看你这体格，你来个大碗的，吃不了。
那来个小碗的，吃不饱。那这事咋办呢？好办，听我的，那个先生，你这样，我用大碗给你装一小碗量的疙瘩汤，怎么样？你们这都说的啥话呀？啊，用大碗装一小碗疙瘩汤的量，太好了，就要这个。不是小伙子，你这什么的，你直接要个小碗的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这不大碗凉的快吗？没错没错没错，先生说的对，大碗凉的快。我给你做疙瘩汤去啊。得嘞得嘞得嘞。